大家好，我是老 boss， 今日带大家来到西环 shopping， 买乜嘢？跟住我嚟，你咪知咯。由地铁西营盘站行大约三分钟，就会嚟到呢间位于皇后大道西好出名嘅纸扎铺。今日我就系带大家嚟呢度 shopping。门口就有一大串名牌鞋啦，手工都真系唔错喎。咦，仲有 H 牌的拖鞋添，系咪好象征呢？呢度有一套 G 牌名牌包包同埋鞋嘅套装，骤眼睇仲以为系真嘅添。呢度嘅款式都十分之多啊，而且象征度都好高嘅，仲有好多其他款式添。真的可以说你要什么都有啊。好了，现在入店铺里面看看先，这套首饰认真丰富啊，有金链、佛牌、玉额、金标， hip hop feel 十分之重啊。这里有套 smartphone 套装，还有蓝牙耳机添，但是一套有四部手机，要这么多手机来做什么呢？我们再走进去看看先，有很多不同的食物、哦、诶，被我发现个好嘢，竟然连 MacBook Pro 都有，手工不错、哦、我决定要买。这里还有些水果套装，哇，连清蒸大龙等都有，做得十分之精细。这个应该是斋菜套装来的，最适合减肥中的灵体了。看看旁边山珍海味，有虾蟹、鲍鱼、海参，油鸡、烧鹅、乳猪套装，认真丰富啊！诶，又发现一个好嘢喎，呢个系咪盘菜嚟噶？有菜、有冬菇、有鱿鱼，十分之丰富啊！连个盘都咁靓嘅。诶，呢个系咪煲仔菜呢？好似系羊腩煲嚟嘅，因为我见到有枝竹啊，做得十分之唔错啊！呢度仲有一大笼寿包添，呢个 M 记套装都十分之有趣啊，仲有雪糕添，手工好好啊！之后店员介绍我呢套苹果产品套装，有 iPhone、iPad、AirPod， 连 Apple Watch 都有啊！成套齐晒都只系$48啫，你话系咪好抵呢？呢套土豪套装有手机、金链、皮带、名牌银包，阔太应该最中意啦。呢一套包心刺肚，仲有花胶同埋虫草添，最适合中意养生嘅灵体。嚟到今日重点就系烧加衣套装啦，睇下老板点介绍。嗱，呢种好简单啫，烧衣第一步，观音大士主持烧衣。OK。点解咧？同观音讲，而家我哋譬如咩宅有烧加衣啦，保佑大人翻工、细路翻学，个个出入平安。因为大家散去，有啲牙菜豆腐、龙眼、香烛、纸料排晒喺度咯。做完咗啦，跟住拜仙人咯。第二步系咁简单啫。哦。咁个程序系点咧？次序嗱，第一步，观音。OK。拆咗出嚟，然之后啦，同观音大士讲，我哋咩宅就喺度早五晚大人翻工。
細路翻要出入嘅方嘅。喺心裏邊講啊，感覺你噏出嚟都得嘅，翻落去得冇錯，即係冇所謂拜神，最好啲神會見怪嘅。第二步香燭排曬喺條街度。第三步有時間咪接啲金銀，接啲彩衣，冇時間打曬。使唔使買啲水果插落去啊？面簡單咁咪有擺片冬瓜好，就你啊，封建遊人，有嗰啲唔食啊爛啊嗰啲得噶啦，擺完咁啦，全部。或者擺片冬瓜咯，芽菜、豆腐、龍眼、花生嗰啲，係啊，有少少水，水少少飯，少少酒，OK 啦。OK， 係咁簡單。好，滿載而歸，可以翻屋企啦。下一集我会带大家一起烧家衣，同你分享烧家衣的程序和禁忌，记得收看下一集。